千千万倍啊！捉金翅啊！闹千千，登去一个人要叫几个来申请身份证啊？哦，安尼足感谢啦吼！恁大家爱做成绩啦，我来安尼讲。哎，遐简单，要来啊做一个公务人员，搁做永久的。你对啊台湾政府有啥物贡献啊无啊？就是有贡献，你叫人来，叫人来上课，叫人来身份证。所以咧，申请身份证内底有一栏，大家唔知知影无？有介绍人呐、啊，拢有介绍人呐、啊，这拢是恁的成绩。安尼大家足清楚嘛吼？所以。即摆搁较细声去啊！爱家己讲，有信心啊，我一定会达成。安尼，大家斗阵拼，甚至100%一定成功。啊，都听大家足清楚啊！啊，美国都安尼讲啊，多一个国家。加奥白讲，好、哦、啊！这逻辑上，和大家有诶讲啊，拢咧公办噶，流氓政府啊，后军队啊，拢啊啊，无咧看是啊。算讲无咧做啊，撤销啊，做迄、那个，咱敢讲某一个单位啊，就是迄、那个要做金门的咧啊，撤军啊，啊，伊都不迄、那个啥，电视甲你报啊，其他人袂甲你讲啊。所以啦，我袂甲大家讲。因为我有真济啊，动心无看到三立这个影片，我要甲伫世界上啦。本土台湾人啦、啊，希望我拢会看到这段片，但是咱伫只严重跟三立讲报道不实，我们这一张的身份证啊是美国制造，哦，100%。美国制造，这因为他的报道不实啊。我们现在啊，给影片给大家更清楚一点，那拜托啊，同仁协助一下。台湾报纸广告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走一趟班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嗯、那。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那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采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记者。
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六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到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两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，权力法案上到。回到我准备三四张的 PowerPoint 给大家看来。不对了，我这个要跟大家讲，安怎到今仔日台湾人还袂觉醒？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推销咱总理所做的这本，就是觉醒啦，就是觉醒啦。因为我来安尼讲，秘书长也讲，就是黑蚂蚁红蚂蚁来。亲自被来黑蚂蚁，使黑蚂蚁永久都奴隶了。这就是啥？一挂的台湾光复啦，这就是用这来的骗人本土台湾人啦。咱本土台湾人会清楚啊未啊？就不清楚啦，伊计讲哦，安尼哦，这点一定大家爱甲你的子孙，我拢特别交代，因为阮老爸我叫学道山，阮老母叫卡匠，讲我是。中华民国人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那个准备呢？我有几份嘛，哈，不是这个，我要的，就是要给大家知道。1946年。1月12号，为了他要给大家都当黑蚂蚁啦，所以说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，连美国跟英国三次抗议。他都怎么样不承认的，还更可恶的，大家可能不清楚秘书长也有讲，说不定有时候大家不清楚，大家再拿这一张，这一张哦，原来一看我都70几岁还是国民身份证啊，大家所拿的是不是国民身份证？你是不是公民啊？不是啦，你跟我一样都是奴隶啦。什么都是奴隶？
他怎么看你知道吗？还有后面大家拿出来验证一下，请大家拿出来验证一下，原来我们的身份证说哦，你出生在啊台中，你出生在高雄都有籍贯啊。他为了以后不好管理啊，把籍贯栏全部怎么样汇掉，把籍贯栏全部汇掉，所以现在找不到有籍贯。现在用什么号码？在啊，我们这个啊那个地址住址的地方啊，啊住址的地方啊，有可能有父亲、母亲。啊，在母亲那一栏啊，就是我们看上去的右边那一边有没有号码？是奴隶的号码啦。啊，大家相信你是国民啊，连公民都没有，您就是奴隶，所以你拿你的国民身份证到农民去，哦，你一看他们就没有问题，就进去了。不是的，因为你是黑蚂蚁啦，黑蚂蚁永久都是做什么？做奴隶啦。那么所以我们总理写这一本书我认为很好，全世界本土台湾人应当都要带一本书来台湾，到这边带一本书回去，使你的本土台湾人的祖孙永远记住你不是奴隶。美国他们讲说没有人种区分啊，所以奥巴马会在上面，台湾他设计安排本土台湾人的真实明显的，他所窃占总统这个位置了，所以本土台湾人要把你抓起来就送到监狱里面去，因为你们是奴隶了，把我们的饭碗都抢掉了。这样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啊？如果不清楚，大家回去想我讲的这一句话，因为阿扁要跟他选什么啊？不是选台湾总统，选中华民国总统，中华民国的总统阿扁，你是本土台湾人，根本就没有资格来选。意思被延长这寿命给你来选了，哪里想到给你啊选上了啊，选上了对我们红蚂蚁脸上无关，想办法就来整你了。这些实际上的例子
要给大家去思考，所以我丢了这几个片子啊，几个 PowerPoint 的重点。现在还有一个还没有大家说明的，就是福建省的平潭岛啊，给啊，来，我来看看是不是已经啊，还不行哈，来跟我调福建省的平潭岛。啊，这个是结束哦，因为啊，这个不是我乱讲的，福州新闻啊，说因为中国已经知道台湾就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他只有怎么样认了嘛，啊，认了美国也可以跟他这样讲啊，你们以前来的这些人差不多300多万要给你们回去了，你们有没有地方给他？他想了一想说啊，这个地方最好管啊，台湾很近啊，这些人来这边啊，如果有问题啊，管制一下，他就不会跑到里面来乱窜了。所以呢，美国在做事都一步一步的计划，跟随美国的啊步骤去做，100%。我早上也讲哈，说我坐计程车的状况啊，也提了啊一些问题，我们不再说明。啊，我只告诉各位，这些问题你们也要回去想一想啦，不要说上课回去，我、哦、听听啊，这个教授这么讲，这个啊啊，哪一位专家这么讲啊，哪一个博士怎么讲，啊，都忘掉了，思考最重要。如果人没有思考，多跟蚂蚁一样，永远你要拿这一张后面有符号的啊，黑蚂蚁，我们都是奴隶。如果我们要拿这一张没有啊黑蚂蚁红蚂蚁啦，我们这一张只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回去跟啊邻居好友说你是台湾人，拿一个东西来证明看，你如果拿能够拿证明你是台湾人，打赌一下，我给你多少钱？身上各方面找不出来证明你本身是哪一个人，只有这一张。到美国啊，进关国内的班机就这样刷的进去了啊，这样刷的买飞机飞了。
有的人说我们这本自己制造的，所以我一直跟三立讲，如果三立要真实的报道，再重新跟我们报一遍，说这一张的确是美国制造。我为什么这么慎重要跟三立再讲？因为啊，其他我们什么集团我们不要讲，什么党派我们也不清楚，说他们也有在发身份证啊，啊，说啊台湾啊人民的身份证啊，一张多少钱？说500块的。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台南在办演讲会的时候，一个举手说：“哎，我们可以申请一张500块的啊身份证。”秘书长说：“只是营运的，不要啊，500块，可能50块、10块就够了。”根本这个都是什么？三亿啊，三立啦，跟啊流亡政府配合啦。所以我会几次在闭幕式的时候啦，都会强调这些，也要给大家要有信心。听完了，我也问大家都有信心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真的是成功在望啊！所以大家拜托两件事：介绍年轻专业的朋友来受训，永远为本土台湾人啊，来服务。第二个，拜托亲友来办这一份啊身份证。我再强啊，再广告时间一下了哈。我这两份呢、啊，达赖喇嘛摸过了。哦，这两份达赖喇嘛摸过。我这一份啊，日本参议院的啊山谷 Erico 办公室有存查，跟大家讲，100%就是100%，看大家有没有信心呐、啊。如果大家有信心，马上就到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感谢各位，我想报告就到这个地方，谢谢。我们很感谢我们的议长，参议长他议题为何啦、所以、我想不回说那么久、我们很感谢说报兵来跟我们说这些话，那大家一定谨记在心、来，我们起立给敬礼一下，起立，敬礼。下集。